我跟菲菲刚下班呢。哎，妈，好难受啊！啊，好，我知道了，我现在就下来。我爸妈来了，就在楼下。这么突然？哎呦，你赶紧收拾一下啊，等会儿父母回来啊。啊，哎，你妈就是来监视我的吧？爸，您的茶，这是你最爱喝的瓜片。妈，那个吃水果。哎，你多炒两个菜，我今天陪爸妈喝一杯。 啊，好嘞，妈，你们先吃点水果。您搞定吧。哎呦，这个不用放酱油，这个放蚝油，还有那个菜啊，一定不要放辣椒。行，我来。哎呀呀，行行行，我知道了。你赶紧出去。你快点啊，爸妈都饿。哎呦，你别催他。蚝油菜拿了。这皮是都是菲菲做饭啊？对，我就喜欢吃了做的菜。老头子，来，你多吃点。妈，你慢一点。妈。 你让一鸣送你们回去吧。不用了，我给你爸正好散步回去。到家再给我打个电话啊。妈，慢一点啊。你发现没有，今天晚上他们两个故意演绎我们看呢。哎，我今天表现的怎么样？没露馅吧？太优秀了。那你也别生气呀、啊。我生啥气啊？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儿子，随你，会疼老婆。这比我加班还累呢。知道你累了，来喝杯99酒。 好好休息一下，剩下的都交给我。今后他们俩的日子差不了。我老伴儿啊，说的都对，这心疼老婆有饭吃，回家喽。